新闻最后来看到活动消息，高雄市政府今年的妇女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元，结合了影展、影像展、论坛、讲座和主题书展等五大系列，总共有15项的活动。社会局表示，期待透过五大系列活动来表彰妇女朋友平时对家庭、社会的贡献，进而达到妇女平权的目标。在这么多的活动中，其中影展的部分开幕展播放的影片是《粉红斗士桑帕特帕尔》，主要是描写印度女性组成粉红沙利邦，为受暴妇女争取权益、进行社会运动的故事。另外，妇女节论坛也将在市立总图举行。社会局表示，所有的庆祝活动都是免费参加，已经开放报名，详情请上高雄妇女节脸书粉丝专页或是妇女馆官网查询。